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的防疫小助手喷雾消毒机器人。时间到了，消毒机器人从充电桩出发，前往指定地点执行消毒任务。机器人还会自主乘坐电梯，前往需要消毒的楼层。开始消毒任务。道行人还会进行避让。任务结束，自主返回充电桩充电。超生物化消毒，智慧防疫升级。